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同事结婚不要给我发请柬。看电影你先看最后一面，看小说你先看最后一页，进商场你先找安全出口。邻居在电梯里遇到也不要跟我尬聊，不要跟我说话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你够吃吗？够吃。我不够吃。多喝点热水。把我的也吃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想必同学们已经消除了对食物的依赖。比如？别说话，好奇。干锅肥肠、葱爆羊肉、山珍海味在你跳水牛蛙、是一场空，你的麻辣小龙虾、对这个世界的正义，请用最质朴的文字写下你最纯洁的心声。小心！别拦着我，听见没有？我说了，别碰我！3、2、1，男人不可以未经许可乱碰女人，你懂不懂？我今天就是要跟他们同归于尽，如果他死就是我亡。他是谁？陈美如，太让我失望了。陈美如，这么丑？我发现你现在还没有12岁时候可爱呢。陈美如回来了，谁黄飞小受了一口？哎呀，令人不寒而栗。都是没有人陪，没有人爱，搞不好连梦想都没有。你在别人房间看不好吧，阿姨？所有人，全世界都在针对我，我讨厌全世界。什么谦逊有礼，都是我装的，你看不出来啊？美如，你很真实。真实的我12岁以后就不见了。目睹王子瞎了眼，爱美颜值的你九天龙女，这资格难道我的自卑不好？看什么看？你也觉得我是个笑话是吧？这就是现在的我，我总假笑，我脾气很大，我特别容易烦，我看不上一切，我就是个特别糟糕的人，我跟这世界处不好，我就是处不好。你真觉得这世界美好和谐啊？你怎么那么蠢啊？人活着是很难的，我这种人就更难了。说了不要碰我，我有洁癖，我烦你，我烦所有人类，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就我一个人。我不喜欢过生日。陈少云，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同事结婚不要给我发请柬。看电影你先看最后一面，看小说你先看最后一页，进商场你先找安全出口。邻居在电梯里遇到也不要跟我尬聊，不要跟我说话。人家婚礼你不笑，人家葬礼你不哭，你玩过山车都一副肾上腺素缺失的死相，你觉得你这叫 hold 住人生，其实你就是带法修行。结婚过年都不要串亲戚，也不要问我现在做的什么工作，我不想跟你们说。我平时不高兴，我不想假装我自己很高兴。我现在凭什么要让我这么饿？我就是想吃口饭。